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今天的影片就是用 iPhone 11拍摄的照片啦。那废话不多说，那我们看下去。这碗拉面是大师去新竹的生湖拉面拍摄的。有看到那个葱花芝麻和肉片的色泽吗？啊，看到照片，让我又想再去吃一次啦。放大细节看一下，哇，好想吃这葱花。看一下不同角度的葱花。咦，不对，这张照片重点不是拉面吗？下一张是排骨饭。放错，不是这个排骨饭，是这个排骨饭啊！这张你胡椒眼都很清楚啊！啊，大家想不想吃大香肠啊？下一张，这张就是新竹人必去的巨城，这张是用广角镜头拍的，这张是用超广角镜头拍的。这两张云朵都非常清楚，它比我眼睛看到的还清楚啊！下一张，啊，看看这爆米花，粒粒分明啊！下一张，有看到这张照片的重点吗？大家自己看。我是指这个招牌背光表现得很好啊。下一张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放大来看，招牌上写着“诸葛女神安心呀”，你呼呼了吗？下一张，接下来三张都是云朵非常漂亮的照片。下一张夜拍，这张是晚上九点多拍的，是不是超漂亮的？放大凉亭的部分给大家看看。下一张，开启 iPhone 的夜拍模式长这样，超广角镜头拍起来长这样，差超多啊！下一张，这张也超猛啊！啊，这大楼是附近的指标豪宅呀、啊。我只能住豪宅。这集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 YouTube 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并去我的粉丝团按赞。大家拜拜。